在重要的时间点去改变当初的选择，就有可能改变未来发生的事情。只要你知道原点在哪儿，你就有机会重来。但是一旦你要是错过了这个原点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，你会一直陷入到时间的逆流当中，直到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我可以把它送到你的梦里，只要你入睡，你们就能在梦里相见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不喜欢别人摸我头发。现实和梦境中，我每天都要被折磨死了。